厉会长终于是忍不住了，开始绑架鄙人。我还以为沈先生不回海东了呢。那我怎么舍得呢？厉会长还在这儿。那看来我们要长相厮守，友谊长存了，沈先生。厉会长终于得偿所愿了，我今日瞧着你，真是肉眼可见的喜悦。哎呀，当然。 我现在特别想开瓶酒和沈先生好好庆祝一下。哦，我忘了，沈先生您不吃饭，但我得吃啊。那只好委屈一下沈先生了，等我吃完饭，再回来和您好好叙叙旧。 恭喜啊，成功的捕获了沈之恒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若非穆小姐带来的高手将沈之恒成功捕获。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抓到他，说到底还是穆小姐的功劳啊。客气了。此前啊，我们用过许多手段，试图逼沈之恒的原型出来，可一直没有奏效。不知穆小姐有什么办法？好办法自然是很多的，我在游学的时候对这种状态也有所耳闻。不过办法嘛，总要一个一个试的。到时候还需要厉会长多多支持。那是一定，穆小姐请。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女子，穆氏家族第32代传人，穆梨花穆小姐。沈先生，久仰大名。别瞎寻思啊！ 出不去。沈先生，昨晚过得怎么样啊？没话找话，无聊。好，我无聊，您境界高。 你就这么一直境界高下去，我看你高到什么时候？穆小姐，今天怎么样？这么耗下去，也没什么用了。厉会长，今天晚上必须要采取别的行动。今晚必须要想办法走了。